水，这有水，现在有水，是的，放大，放大版，它是放大版。咱彰化市公所啊，吼，路顶足多，啊，每年爱开几千万的这个电费，啊，非常啊大的费用吼，啊，所以咱发起啊，咱大家拢来点光明灯，认养路灯，彰化市公所送你各寺庙任你选择，看你倒一个神明甲你较有缘，啊，妈祖宫也好，也是这个天安宫也好。甚至啊，这个关帝庙开化寺哦，这拢咱中华的名刹啦吼，拢是用上名的，啊，佮上灵性的这个神尊啦吼啊，每一个庙，互你任选一间来点光明灯吼，啊，保庇，互你的事业会当啊赚大钱，啊，身体会当健康，家庭平安。所以欢迎咱所有中华市民啊，所有的企业界来咱中华市公所。认养我们的路灯，点光明灯，照亮你的人生哦，让你全家都能够平安幸福。一盏一千块，一盏一千块，一年一千块，哦啊，等于是你比你点光明灯较俗啦，比你伫这个寺庙说点光明灯较俗吼，啊，这真有意义啊，所以啊以后啊任何做公益的，咱拢会当用咱寺庙说，因为做公益啊吼，就是啥？就是心地善良啊，当然，给伊点一个光明灯哦，心灵会较保庇哦，给伊家庭平安，身体健康。